去抚摸佢嘅毛发嗰种感觉，好想留住。保存了他的記憶在入面，然後每一天都可以帶著那種價值，就是他好像都還是陪著他這樣。無孩的生命短暫，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想盡辦法將回憶永久保存。 An Ordinary Project 的創辦人 Shani 利用日本首飾技術和材料，將寵物毛髮製作成獨一無二的珠寶。他特別為蘋果讀者以優惠價開辦寵物毛髮保石工作坊，無論你的仔仔女女是什麼品種，都可以親手將他的毛髮幻化成為獨一無二的珠寶，將你的摯愛永遠帶在身邊。保石的價值從來都是由人類賦予，而對主人來說，當有朝一日毛孩離開，他留下的小小毛髮就是比鑽石更珍貴的寶物。小班教學名額有限，想擁有這份寶物的話，就記得快點報名。记得订阅果子啦，仲要揿埋个钟仔添啊！